长达十天的春节连续假期，封滨乡公所特别建置了封滨旅游资讯网站，登载了在地吃喝玩乐的攻略。而乡长邱福顺邀请大家过年期间一起来封滨，感受一下封滨的魅力。过年就快到了，长达十天的连续假期，除了围炉团聚、走村访亲，也顺便出去旅游。为了更快速便捷地取得地方正确的旅游资讯，封滨乡公所利用网络让大家出游之前先来网站查询规划游程。春节期间欢迎大家来封滨走村，米沙拉玛。封滨是一个旅游的圣地，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封滨乡游玩。封滨有更多的一些景点，那我们封滨乡公所有设一个网站，也请大家利用我们的网站来去认识、去了解我们各地方的一个景点。封滨乡面山临海，观光资源、人文特色景点丰富多样，每年总是吸引大批出游人潮。乡公所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旅游咨询服务，特别建置封滨米沙拉曼旅游咨询网站，只要点进去，封滨乡吃喝玩乐应有尽有。不管是景点也好，在地的美食以及所有的一些文化等等的一些旅游好地方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春节期间能够把你的时间、你的行程能够把封滨纳入进去，诚挚的邀请。未来封滨乡也将以封滨制造的理念，以在地土生土长的人物与物产风貌介绍给世界旅人，感受封滨乡的山海魅力。记者石玉兰，封滨采访报道。